好，实验。谁啊？欢迎小仙。谢谢关注啊！一瞅就那什么，我不能跟你们太污。我要矜持，欢迎权益，谢谢关注。快，我们开始吧。欢迎王中王。行不？那你找个女人。关注，快快快呀！搞了半天还没开始，没人儿。我小号人气不行。还不拘的风，看小僧，是吧？谢谢关注。爱断梦断人强我恨，你没在身旁，是今生谢罪要。我看一眼啊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？你是不是观察我好久了？谢谢关注。是不是观察我好久了？三哥，你是不是好久没玩了？在你床上玩玩滚。蛋，我要改一改我的口头禅，不想不要骂人了。跑不？来小王子。
经验比我还大，我就是。是啊，那您晚上开车可要小心一点，晚上最不好开车了，而且到凌晨这个时候是最困的时候，眼皮很容易打架。一个下午，一个凌晨，那时候最困，最爱困。不要开太快，你的平安是最好。谢点亮，欢迎冰雪。就是直播之后，这次回来直播之后，然后就明早又是大新闻。明天我就可以在新闻上看到，这五零应该离我这，哇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？欢迎 Kitty 白白的，你点点点，真就是，这晚上开车真的不好开，然后还特别的累眼睛。晚上大车还多。真的没法看了，几十，谢谢三哥，我可白了呢，我跟你讲，背箱够牛一口气喝了，什么呀？是啥呢？你能不能不老换名字？红牛，我跟你说，那都是心理作用，我告诉你，眼睛累了是避免不了的，真的。眼睛累了是避免不了的，欢迎往事。眼睛打架真的是超级难受的，困得不行。有的人开开车都能睡着，那是多困呀。还有一只，我越喝越困，越喝越困，你真是。这都是心理作用，像人家说，哎，去酒吧吧，去玩吧，怎么着？我一去，我进那里，我一听着音乐，我就想睡觉。真的。也许会落空，也许会不同，跟你说，喝红牛就是一个心理作用，真的就是。不要想那些，都是心理作用。今天不睡了，欢迎927。我不睡了，兄弟。今天不睡了，早上还有事儿呢。今天下午睡觉耽误事儿。欢迎小雨，真耽误事儿。一下睡着了，欢迎冰冷的心，一下睡了好长时间，睡到10点多我才醒。跟他聊聊天我就睡着了，困得已经受不了。谢谢关注。困得我都成小傻子了，真的。这两天觉差不多了，只不过就是，哎呀，有的地方没有把控好，赖我了。白天挣钱去，不呀，咱去做一点事情，办点事情。哎，鱼，估计到家又要晚上了。你要回哪儿？回武汉吗？你几点开车走的呀？怎么不早点啊？哎呀，你这时候走重庆，你这时候走，你到家得什么时候啊？明天能到吗？看可乐，看小葵。早上走，哇，堵车堵这么久，欢迎黑仔，我的天啊！
是你一个人开车吗？要是有人能换你，从温州回重庆，那还是挺远的。如果有人换你，还挺好的。没有人换你，你自己开，我超级累的，真的，手都受不了，就别说别的地方了。